你没的话，我会帮你们放一点 wasabi， 然后酱油我会帮你们擦，所以我等下是不用再点了的。就咬的时候，它就有一个香味出来。
个芝麻也是是阿嘎 AD 那好吃啊，一个寿司里面是两个味道，像
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天是螺旋果，然后它是一个迷你果仁。上面的话，不是紫心花，它是普通版本的标志它。然后我们能看到那个酱汁，是那个桃子。谢谢。